自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，老天有眼，有一位真神上帝，看不见则并不表示就不存在。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，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，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。上帝虽然